张，马竞成全身约在频道，末世中仕途因机比战更早。马平人无世一男神，诗篇福音马河录音追寻，状态脚法步伐血统可否吸引，稍息 life 就没红一吻。女神看雅典银河，夜空已跑马地天边星座，如下那胜利像行程周三飞马，逃着仙女解开枷锁，只为在这最后伊甸里未惩罚我透露真理仆人，在背负创世代黑天使末十届坦率讲比赛可真，在马竞末世满途天使又传道，旧约的鲜血赎罪流入新约里，用创纪圣典订立新世代程序，运算分秒寻快方后上赛区，是理想见到信黄金色乌托布，绿草青波里我竞逐要再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个新世纪速奔赛事 EVA 啦。在这个环节里面都是会跟大家讲跑得快好世界的马匹的。不过呢今集呢好特别喎，我哋又介绍返同一匹马啦。不过今次都会有啲唔同嘅，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啦。上次又大家睇咗个集，今次又可以再讲返嗰隻马啦。嗱，未讲之前记得啦，未订阅呢个频道朋友呢，右下角一粒四星龙珠啦，我可以按落去订阅呢个世荣香港人赛马频道。咁每次呢喺呢个节目入面呢都会讲啲跑得快好世界嘅马，咁新嚟嘅朋友又未必听过啦。讲两次嘅说话呢大家又会记心啲，希望佢唔好又退出，重要嘅事情等我讲完又讲完再讲呢就要讲三次先够重要㗎啦。咁即刻带大家睇下呢今次有啲咩马呢要再讲喎。咁其实大家呢睇嗰、那个即係 thumbnail 咧，都會見到噶啦。個標題就係又講翻進寶啦咁啊，招財進寶上次啊退出咗，有人留言問點搞，咪退出咪有佢咯嚇。睇咗嗰集，冇理由再拍過嘅，再拍過我個成本增加噶咯喎，係咪？咁大家又即係令我睇少咗其他場次嘅馬，都係對大家蝕底嘅咋。嗱，上次咧你會見到咧呢只馬咧就點啊？不良於行嘅，咁所以就退出咗啦，健康理由退出。咁當時咧。騎的註冊騎師咧就係艾杜娜嚟噶，我那次就話艾杜娜咩重磅都不怕嘅，133磅。咁你話左前的不良於行影響大不大咧？3月12號，咁我哋就看看3月12號之後是點啦。喺我身後就係賽日退出咗啦，13號已經即刻快跳，即係點啊？其實應該係冇乜事嘅。之後每一日都維持翻正常快跳。啲貨期仲要繼續密，咁即係點？肯定係冇問題先可以咁啦，仲要試習添。因為佢嘅退出換嚟一個較長嘅休息期咧，對一啲貴尾嘅馬嚟講咧，你除咗俾機會佢成長更多之外，亦都可以消耗對手嘅體力啊，得你一隻跑少啲，其他個場次嗰啲馬嗰11隻咧就跑多啲。咁你一來一回咧，嗰個體力已經爭好遠噶啦。咁啊，再講咧就係、是。同場咧，上次啲對手比較強啲，有呢個合夥奔馳啊、9秒9啊嗰啲，起碼識贏嘅。今次又唔同喎，今次對手更差。不過咧，如果大家有留意上次咧，退出嘅時候咧，佢未必即係抽到啲好好嘅檔位啦。咁今次咧就叫做抽到啲比較好嘅檔位啦。哇，戴咗開縫眼罩，咁啊決定咧除眼罩跑喎，除眼罩跑就戴開縫眼罩喎。咁就係想咩？知道咧，只馬即係其實戴開紅眼罩都冇以前咁急啦，攣咗啦，咁啊用力就更加好發揮。咁呢個咧，我諗艾杜娜自己知嘅。咁至於點解我話比上次更容易贏，除咗體力差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艾杜娜鬼上身喎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嗱，上次你見唔到嘅，因為根本就冇嗰只馬報名，今次有啦。必先生呢只馬咧，上一次我都有推介俾大家嘅啊。咁好似一先生咁，其實咧，舊年如果大家睇我同Mangie做節目咧，喺河梁嘅時候咧，蘇兆輝嘅騎咧，
好早之前噶啦，已經推介俾大家。結果嗰次咧，佢大冷門咧就跑咗第四。咁佢其實佢個苗禮德嗰度添啊只馬，咁結果咧反反覆覆都係冇表現。我心諗啊，唔通我睇錯馬？然後只馬咧結果啊轉去賀賢嗰度咧即刻贏啦。咁啊臨場仲要大落飛添。咁轉咗一輪之後，今次咧艾杜娜啊，上次係艾杜娜騎噶十二檔一樣贏。咁今次千二抽咗一檔，你話會唔會有危險？都有㗎。咁可能佢一 Q 攬翻嚟咧，二三自己放步速，俾翻自己隻後上馬。呢啲成日都見㗎啦。何銘年尾啊，借咗個飛騰追，放翻俾自己上次輸到烏里丹刀嘅魔法速遞，跟住嗰個騎師啊湯普森咪開齋咯。咁巴杜可能都係即係俾艾兆禮咁樣放快咗，跟住贏 B 先生都唔奇嘅。不過我會話俾大家聽。進寶放快其實都不是那麼易斷的，除非個場地真的很不理放頭，這些呢跑到中後場次，你前面已經有很多參考場次，有兩場千二、兩場1650去給你看的。嗱，所以這些馬呢它再跑呢它根本就著數很多的。我覺得艾杜娜都不是傻的，正常就不會這樣做步速給自己，還要贏那個不是自己才慘嘛。艾杜娜在3月26日試完這課泥集，對一隻佢曾經啊騎贏過嘅馬嚟計咧，呢個艾杜娜嚟噶嘛，大家記得佢十二檔咁難贏，佢都贏得到咧，即係話佢知只馬有幾多喺手。然後啊，一千當然啦，十二檔唔算太差啦。然後艾杜娜喺3月26號再試一個集咧，你可以睇到嗰個神操記錄咧，試完集之後其實都係維持正常操練啊，連4月4號跳嗰課都仲係艾杜娜嚟。咁好啦，4月4號艾杜娜跳完，跟住你睇下進寶，進寶咧試集咧係4月2號嚟嘅，即係藍色我身後呢格啦，嗰個艾杜娜嚟噶，大家喺呢個字度見到。咁即係話咧，佢試完呢個集喺4號星期四嗰日咧，佢自己再跳咗貨比先生，然後最後點啊，就揀咗進寶嚟騎，應該咧就唔係巴杜搶嗰只馬嘅，啊應該就唔係巴杜搶嗰只馬。因為他贏開的嘛，有什麼理由搶不到的，你贏開的嘛，變了呢根本艾杜娜試過兩隻之後亦都不存在做不到榜的問題，兩隻他都做到榜，就最後選了進步原則當然是進步好一點，一個騎師通常兩隻這麼仔細試過，又快試又即拍跳，然後另外一隻就做了試習，一隻他快試嗰只仲要佢之前自己贏過嘅，佢當然知只馬有幾多啦嚇，即係講緊只 B 先生。進寶咧，佢係淨係試咗個集啫，同埋上次應該係佢騎，結果冇騎到。嗱，不過你有留意就係、是、上次退出之前咧嚇，艾杜娜咧都有幫佢試嗰個集嘅，啊彈過一個集嘅。咁佢其實都知只馬有幾多力度噶，咁兩隻佢衡量過，稱下喂邊只好啲啊？咁結果咧就揀咗呢只即係進寶嚟試。我很明顯，即你都知道呢些馬咧係鬼上身。嗱，馬房出選咧就第二選，不過咧啊有兩場四班千二，呢只馬打王牌梗係誠意好啲啊。正因為咁咧，啲人會見到咦第二選喎，未必係啊羅富全嘅證據喎。咁但係如果你細心去思考一下，你就知道喂羅富全其實呢只進寶根本要贏就好容易嘅啊。你有三場千二咁多。開心高球做正選，你話係咪實正啲咧？佢雖然贏咗三 win， 但係只馬本身嘅能力有限啦，咁所以調轉嚟諗咧，你會知道，哦，咁即係第六場咧，就進寶咧，可能先至係主力所在啦，因為咁而換到啲六七倍嘅賠率咧，我覺得以進寶呢個內檔嚟計咧，相當之抵噶啦，咁至於 B 先生，你話贏過怕唔怕噶？少少啦。咁同埋同場咧都有啲熱門對手孭下飛嘅，譬如三代同心，你話嚇、三代同心，咦細榮你 mark 咗喎，一檔咩意思啊？黃色啊，呢啲你要善用堅仔嘅功能啦。點解咧？上次大熱門贏馬大家記得啦，我都有貼㗎嚇，即係我都有叫大家買三代同心嘅。然後我事後發現咧，呢只馬咧你撳翻一檔啊，左手邊度排內檔有利發揮，下將檔差咧就要小心啦。咁還好，今次咧佢個檔唔算太差。但加咗七磅咧，除非特利內欄嘅啫，或者佢又咁啱攝得入內欄，否則的話咧，啊千二大家都知啦，大家睇過馬迷早晨就係、是、個數據上越移得出咧，
你就越難贏嘅。進寶還好喺個三檔，你作為一隻佢嘅主要對手三代同心咧，嗰、那個四檔咧就相對會點啊？難少少咯，啊難少少咯，咁所以尤其是呢啲馬加七磅仲要衝出咧，喺各項因素睇嚟啊，都係進步休息得耐會比較好啲嘅。咁所以點解我上次嗱上次都冇休息咁耐？點解我上次就介紹進步俾大家呢都是有原因的。好了，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，多謝大家收看這個新世紀速賓賽事，稍後還有這個瞬間看讀贏，明天還有很多精彩節目的，我們明天再見。記得呢一會看瞬間看讀贏很重要，mark 低哪些買贏過的，右下角這個位置都有四星龍珠，記得按下來訂閱，我們晏啲再見了，拜拜。